咗嘢未買啊？啊，攞咩？血橙啊！血橙？哇！你上去先，費事行山下落，我幫你買。Thank you。哇，好 sweet 喎，你哋啊！誒，蕭生蕭太，日都冇咁蠢喎。做咩啊？好惊俾人知道咩？头先离远及到佢哋咧，好似新婚夫妇咁。我哋都系跟你学嘢啫。诶，咁你要学到十足啦，咁啊学下我俾老婆恰下咁啦吓。喂，想写你，佢今日恰你咩？冇啊，不过头先就要孭你落嚟，咁兼夹攞住咁多嘢啫。唉，得啦，叻啦，叻啦，你哋上去先啦，我去买啲嘢。嗯，买啲咩啊？哦，我想买埋啲血橙上去啊。坏咗老婆，仲买埋啲林婶嘢添。啊，我哋都有买喎。一定我哋住得耐啊，所以心有灵犀啊！咁我掂啦，上去立庆嗰场啊，嚟、啊 ，yes， 苏菲，哇，咁齐人嘅，入嚟先啦，入嚟先倾。喂，东仔，阿爸，飞机，哇，喂，大佬，上嚟嘅，喺度嘅。哇，咁齐人嘅？冇啊，咁啱经过，谂住上嚟整啲嘢食俾阿霍姐，点知上到咧就见到阿苏 B 同阿飞机都喺度啊！喂，今日咩日子啊？你约埋噶？冇啊，冇约噶噃。咦，我开门先。哎，苏 B， 喂，哇，咁咁齐人啊！买一啲海鲜一齐食啊！咦，喂，有海鲜啱啦，我买啲靓牛，咁不如咁啊，我哋今晚约。打邊爐好嘛？打邊爐好喎，夠旺喎 ，house warming 啊嘛，開始到想掌你嘴啊！開你見我。哇，姜牛唔係咁少喎，真係有牛味喎。嚇，係啊，你試下呢個蟹子丸啦，有蟹味㗎。過得真係一班人打邊爐咁先過癮喎！係咯，成班人開飯咧，啲嘢食都好似零舍好味咁嘅。可能會同你飲杯啦，我哋飲杯。哇！我之前直情覺得打邊爐冇技巧添啦，而家越食越滋味啊！哇！大波仔，你唔怕肥咩？怕咩？最緊要開心啊嘛！你嚟教嘅。哇！叻，俾我摸。哎呀！我講你呢壞習慣，玷污曬方姐啊！你食得最滋味啦，仲講。大家覺唔覺得好神奇啊？應該我哋半年前冇諗過我哋會咁 friend 啊！係啊，真係好神奇啊！見到你兩個好 sweet 啊 ！So sweet！嗱，我覺得仲神奇一樣嘢咧，我本身會趕走曬你哋噶嘛，點知趕唔走不得止，仲要同你哋打邊爐啊！喂，男仔們，我有嘢宣布，今晚就有波睇啊！係啊！讓佢哋，讓佢哋。喂，唔該姐姐。係。唔該姐姐。喂，福姐，唔介意我哋今晚一齊睇下波啊，係嘛？我驚你早走，快啲睇啊！啊，俾我咁多。誒，小生，係你發揮嘅時候啊！嚟。咁我梗係話曼聯掂啦，今晚。嗰邊好又得我哋曼聯啊！第一點喎，而家好準嘅。我哋搞咩啊？啊！我最近咧學咗紫微斗數啊，不如我開盤幫你哋 check 下好唔好啊？喂，我唔信呢啲嘢嘅喎，睇嚟做咩啫？好準㗎，係咯，淨係睇你同嗰個人有冇姻緣運啊，都夠曬好睇啦。喂，小曼麗珠，細聲啲啊，佢會聽到㗎。我哋幫你啫嘛。我都想知，學姐，喂，曼麗珠，你幫埋。係咪啊？都我而家準咗㗎啦。飞机，约我出嚟做咩啊？好少可喎。冇啊，谂住睇下你屋企同人计成点啫嘛。总算搞掂咗咯。我嗰日揾咗阿易先生同我出面上去倾，
依家赔咗少少钱，提早解约。其实你系咪经历咗啲咩令到你变成咁啊？唉，咁嗰排心情肉酸啊嘛，话晒又失恋，阿云姐又走埋，一时三刻谂唔开咪咁咯。我唔系讲你翻去嗰时，我系讲紧中学同而家嘅你好大分别。中学嗰阵时我都未识你，你点知啊？你系咪喺牛津度翻学啊？跟住嗰排会有两个街童喺度哈哈白白。是啊，你都是同时在那期翻学的。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有个女仔被他们吓，然后有个吹全木桶仔的男人救了她？是啊是啊，我记得啊，我那时都在现场啊。原来都是你来的。叶先生。阿希，飞机。乜咁啱啊？点解你会识出呢首歌噶？呢首歌系我自己作嘅。你作嘅？咁点解你会识吹嘅？我揾你揾咗好耐啊！揾我？系啊。头先你喺我环头影相，又唔同我讲嘅，咁点算啊？唔使惊，震晒咁好惊啊！我哋会照顾你噶嘛。行啦，你咁中意影相。我带你上去慢慢拍啊！我影唔好啊！系都要逼我出手嘅，怕唔怕啊？放开个女仔佢！笛子魔王，关唔关你事啊？唔关。我单纯看你两个不顺眼，我哋两个你一个，惊你啊！你唔走，信唔信我哋打残你啊？嚟啊！快乐小牧童，原来你就是快乐小牧童。呢几年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，你去咗哪啊？找我做乜嘢？中学时期，你以一敌二，救咗个女仔，皆知巷闻。你唔记得啦？有啲印象。做咩啊？你就是嗰个女仔啊？大只咗咁多啊？咁又冇咁 dramatic。其实那时候我都是现场，但我太害怕没出来救那个女仔，跟着你又出现了。那时候你真的很型啊，我简直当了你的偶像。为了你，我还自学了木桶笛三，想着终有一天在木桶笛比赛遇到你，谁知道你都没出现过。有没有那么夸张啊？原来我一直要找的人不是你，救我那个是你。你就是当年那个女同学。你就是那个女同学。快乐小牧童，我们真是有缘，估不到过了这么多年我们都能够相遇。喂，今天咁晏收工嘅？下个礼拜个 show 好多嘢夹。嗯。喂，雪糕车喎、啊。两个莲花杯唔该。哦，好嘅。哇，一有雪糕食就开心成咁嘅，成个细路仔咁喎你。吓，你唔觉得听到雪糕车嘅音乐，跟住成个人就好开心噶啦？嗯。系两位。唔该。唔该。啊，伯伯啊，你平时去边度多噶？哇。讲唔埋嘅，我揸住架车四围去。哇，咁我哋咪好好彩，讲唔埋都撞到你喎今日。讲真啦，我哋而家啲咁嘅车，全香港啊，十架到嘅咋，我都做到谂住退休啦。你讲真噶，你退休？系啊，嗱，今次系临别抽波，呢两杯送嘅。多谢，我哋有缘再会。好，下次见。拜拜。
少下一架，少下又一架，咁最后咪冇晒啲开心嘢咯。喂，啱啱好食早餐嚟。哇，你做咩做到咁啊？建工咯。建工？唉，我之前喺大宅啊，都系打工噶啦。咁而家去建工有咩唔出奇啫？我揾咗成个月先揾到呢份工去建嘅啫。咪住先，你转死性啊？你之前唔系话要做咩老板东山再起咁嘅咩？你突然之间咁上进？哦，你出边有女人？唉，傻嘅咩？点会有女人啫？你唔係有暗病啊嘛？仲有幾多個月啊嚇？係啊，我冇轉死性，冇女人，冇暗病啊，我係諗通咗啫。諗通咗？之前咧我就話揾到錢先俾幸福你，咁但係其實應該係冇錢有錢，我都要俾幸福你。嗯？老公，嗱你快啲食早餐，跟住咧煲下劇，咁我見完工咧就買啲嘢翻嚟俾你食。嗯？咁好服務？Of course, Pity. 我是你的 best. 你呀，好狠啊！哎，咪住先，你爭少少腰力啊，今日。等我今晚咧煲啲乜邊乜邊湯俾你啊嚇。仲有啊，一陣間見工，加油啦。OK. 拜拜。拜拜。好耐冇見啦，咁多位。坐啦，唔好意思，之前有啲事，所以有一段日子冇翻嚟，希望我冇带到麻烦俾大家啦。波姐，你唔喺度嘅呢段时间，我同阿慈带住大家，都 OK 嘅，咁就好啦。啊，波姐啊，我有啲嘢都想 report 翻俾你听噶，其实我今日嚟 call 呢个 meeting 咧，系有嘢要宣布嘅。以后首席设计师呢个位置辛苦你了 Fiona。 啊，恭喜你啊，姐！做咩呆咗咁啊？你唔系日谂夜谂都谂住坐呢个位嘅咩？系，但系冇谂过咁突然啫。嗱，Fiona， 我咁多年嘅心血，而家交托俾你啦。知道，霍姐，我一定会俾心机嘅。嗯。阿慈啊，Young Line 嗰度繼續辛苦你，我好想你能夠帶領呢條副線衝出亞洲，喺國際時裝市場上佔一席位。有佢哋幫手，我相信我哋會做得到。Good， Ellie 啊，係，你係一個相當有天分嘅設計師，你要多多向 Fiona 學習，佢會係你一個好好嘅師傅。知道，我明嘅啦，方姐。Lucky。你要对自己有多啲信心，勤力啲，以后同阿包拍住相 ，OK？ 波姐，你系讲紧我个嗬？仲有第二个 Lucky 咩？冇，梗系冇啦！多谢波姐。Tiffany， 系，以后唔好再咁大头虾啦。Young Line 日后能唔能够成功，就要睇你有几帮到阿慈啦。系，知道。Good， 我仲有一样嘢想宣布。由今日开始，我会辞去公司所有职务。吓，同埋今日之后，我都未必再有机会见到大家噶啦。吓，点解啊，霍姐？大家唔使惊讶，其实我只不过系想放一个长假期，插下电咁啫。以后公司有啲咩事，你哋可以直接揾 Fiona 同埋阿慈。霍姐啊，介唔介意话俾我哋听，点解你有咁嘅决定啊？系咯，或者。我哋有冇啲咩可以帮到你噶？冇啊！我真系想放个长假期，我觉得我自己要休息一下咁啫。好啦，我要交代嘅就交代晒啦。大家可唔可以应承我以后继续努力？嗯。OK。阿爸，入不入嚟我房？霍姐啊，昨晚都冇听你提起，但系无啦啦又话去旅行嘅，咪人马咗嘛？但系无论系大宅定系公司，都唔可以冇咗你噶。唉，呢个世界冇话冇咗边个唔得嘅，况且我又唔系铁人，我都要唞下噶。
你咪讲过你好想成为我，以我为目标嘅。系啊，但系你走咗之后，我就冇机会继续跟你学嘢。呢度有记本笔记，系记录咗我由出道到而家所有设计嘅手绘草图，同埋一啲喺唔同阶段我对 fashion trend 嘅分析同埋见解。我将佢送俾你。多谢霍姐，我应承你，我一定会好俾心机去钻研你嘅笔记。我唔会令你失望的。阿宝，一个成功的设计师最需要的未必是技术，而是这里。你要有与别不同的创作理念。我送这几本笔记给你，不是想你去了解我想什么，而是我想你透过这里去了解你自己究竟想做什么。我不是要你成为我，我是要你超越我。知道法则。哇，咁丰富咧，又烧麦，又西多士，又格仔饼嘅喎。西多士，福姐你咪嗌错咗啊？点会有西多士嘅咧？系咯，使唔使我哋落去买啲嘢食俾你啊？梗唔使啦，呢啲我特登买俾你哋食噶。吓，估唔到啊，福姐你都中意食啲街头小食同啲煎炸嘢嘅喎。系我知道你哋中意食，咁啊陪嘴啊嘛。咩罪啊？哎，咁之前同大家簽咗約，話明住半年有100万，咁而家又爛尾咯，錢又賠唔足，咁係咪要賠罪先？唔搞錯啊，就係賠啲咁嘅嘢。嗯，喂，不過我哋可以咁樣圍埋一齊食啲咁嘅嘢咧，就咩都抵翻曬嘅。咪係咯，直情賺曬成家人啦！哇，蘇 B 搞清楚先喎，本身我100万冇你份嘅喎，講到同我哋一樣咁嘅。哎，唔好講咁多啦，趁熱啊，快啲啊！哇！遲啲唔知有冇得食添啊！遲啲冇得食，你要去邊啊？我諗住去旅居下。咁你幾時起行啊？過幾日走噶啦，未諗住去邊同埋去幾耐，或者唔翻嚟都未定。嚇！就咁走咗去，咁你間公司點啊？你命根嚟噶喎！誒，創作想未限期噶嘛，放車我都揾到接班人啦。霍姐，可能你旅居完之後休息幾日，你唔想翻嚟公司咧？我仲有好多嘢都想跟你學噶。咪咯，突然间话走就走，我哋点算啊？佢几日好翻啊？好冇？好好，再读啊！嚟，快啲，四个，好啦。诶，鸡翼都 OK 啊，好嘅。原来你之前嘅生活就系咁啊？系啊，得闲冇嘢做，我就会揸嚟海边吹下海风，几舒服噶。你同 Ronald 真系有啲似喎。如果佢仲再生咧，我谂你两个都有计倾。系咪真系咁似先？有冇我咁靓仔先啊？咁你靓仔啲。不过讲开又讲啊，霍姐无啦啦放弃晒所有嘢，又安排好晒啲嘢俾我哋，唔似休息咁简单喎。冇，自从 Ronald 走咗之后，我就迷失咗。我最近啊，先揾得翻我自己咋。而家仲学识放低，你系咪应该等我开心啊？系嘅。你咧，揾到5年后嘅你未啊？揾到好耐啦，仲越嚟越清晰。咁犀利啊！有嘢送俾你。咩嚟噶？合约嚟嘅。我已經吩咐咗 Fiona 同阿慈，叫佢兩個睇實你噶啦，好好幫我打工。多謝你先啊，霍姐，但我諗住辭職啦。點解啊？仙姐仲讚你做得好好噶喎，升職加薪噶喎，你唔考慮下？唔啦，我決定咗啦。不過咧，都要認真同你講聲多謝嘅，多謝你冇嫌棄我冇學歷冇經驗。照俾我入嚟间公司做，呢段日子我真系好努力学噶，所以我先话我越做就越清晰，就系越清晰，我根本就唔啱 office 工。哦，咁你有咩打算啊？搵到新工啊？
未噶，但系同我定啦。我已经同我自己讲过啦，我唔会再好似以前咁样漫无目的咁过每一日。所以我已经有晒嚟紧五年甚至十年嘅 plan 嘅。总之我会正正经经咁搵到一份工，而嗰份工咧要令到自己同身边嘅人开开心心嘅。咁叻仔，我很开心你搵到自己条路啊！努力啊，你一定会成功。多谢霍姐。嗯，咁我收翻佢咯。嗯。老爷，老爷，霍姐点啊？家嫂仲喺房？你对佢做过啲乜嘢啊？间屋都还翻俾你啦，我哋又冇搞你，仲想点啊？我冇想点，我成日谂住揾佢。你一揾佢出事，明明早几日我哋见佢仲好地地嘅喎，我只系揾佢倾啲嘢。点同佢倾咗几句，佢已经晕低咗。佢同你仲有咩好倾啊？如果霍静有咩事，我一定唔会放过你嘅。佢都系你屋企人啊，点解你唔憎佢？我一啲都唔憎佢，我仲好锡佢。你赶佢出街瞓啊，咁都叫锡佢？我做咁多嘢，其实想试下你哋对家嫂系真心啊，亦系为咗钱？老爷，你的意思即是说你由始至终你都没嬲过霍姐？个个都以为佢冷血无情，其实我早知道佢唔系。老爷，方唔方便入嚟讲两句？入嚟坐。住喺呢度惯啦，简简单单，几舒服啊！家嫂，呢段日子委屈咗你。吓？我做咁多嘢，都无非系想查清楚呢班人对你系咪真心。我从头到尾都冇谂住赶你走。老爷，你唔系好憎我嘅咩？自从 Lono 走咗之后。你都冇同我讲过一句说话。本身嗰晚我系谂住嚟睇我仔曹老婆嘅，我点都谂唔到，原来系见佢最后面。呢件事对我打击太大，我心碎。老爷，呢几年我都唔系好过，不过算啦，我而家讲咩，你都未必信。信？我点解唔信啊？我嗰晚喺新娘房见到你喊到眼都肿埋，心碎，压唔到人。你睇到晒？仲睇到一个傻女，用几百万。请一班人回来做他家人，你有没有想过当他们拿了钱走了之后，你又再次失去家人的感觉？明买明卖，我原本就是想着用钱去买他们陪我半年的时间，怎知这个计划超出我预期。 Ronald 说得对，这个世界可能有很多坏人，但你一定要相信好人一定是更多。我从来都不相信这句说话的，但我见到他们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都不离不弃，我开始相信。你都好彩是这样证明我错了。我今次来
是想告诉你，你们随时可以回大宅住。真的吗？如果霍姐晕低不关你事，难道她有东西瞒着我们？我都估到了，之前她又说什么旅居啊什么成，跟着还说帮我们安排后路，为什么？似了似了，就好像是交代自己身后事一样。不要乱说啦，霍姐一向都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来的嘛，可能她想放个长假休息一下呢，不要说她好像有什么绝症一样。大家还记不记得她在教堂那条片说她只得回半年命？她只是玩我们而已。如果是真的呢？做什么？我今次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那难道那次是 rehearsal？ 请问哪一位是霍美玲的家人？我们全部都是。你来了？你又晕的？你是不是有事没跟我们说？你是不是有绝症？所以就搞这个半年的同居计划。你是不是找我们陪你过最后这段日子啊？你抌低公司的东西是不是因为这样？去旅行是假的，找个地方躲死才是真的。你帮我们准备的东西是准备后事啊？上次的桑拿是不是预习来的？那你今次是不是又玩我们？你们个个一卵嘴，我答得哪个啊？这次是答大家的问题，你有没有重病？没啊没啊。那为什么你会晕低啊？已经不是你第一次了。一家人要坦白的。我真的没事啊，我只是想知道我何时可以出院去旅行。嗱，你现在不讲我们不逼你，但刚刚苏老爷说我们可以回大宅，即是个同居计划可以重新开始啦。那既然未完约，你米洗之意可以提早收工啊。是啊，霍姐，不要想着周围去旅行啊，说住够半年就要半年。那我想着唞下去个旅行都不得啊。作为这个百万同居计划的监察者，等我讲一句公道说话啦。我认为这个计划一日未够半年都应该继续进行下去。啱听。嗱，你请回来的易先生啊，他都这样说，那你没事好讲啦。好啦好啦，那我不去旅行，留下陪大家啦，好吗？你说你没事我们信的。我当了你是我妈，未够钟不准赤楼。家嫂，有大家陪住你我安心。二晓。是老爷。大宅锁匙交给你，以后你是随时去住。不过要拜托大家代我照顾家嫂。好好，没问题。行。原本以为我们以后都没有机会回来这里，今晚这么齐人，我们扭蛋的环节有新玩法。什么新玩法？今次打妈来一次过满足了两个愿望。这么开心，那我不客气了。来，来啊。哇，各位观众，第一粒波开来见我。来啊，捕虫网萤火一团火，仲有只虫烧着咗啲虫啊！系咪捉萤火虫啊？我同 Ronald 讲过话想睇萤火虫噶，我估唔到佢记得我。霍姐，唔好谂啦，抽埋第二只。好啊。第二个。好，嚟第二个啦。噔噔噔噔。咦，支国旗系咪瑞典啊？冰岛啊，冇读书噶。即系点？北极光。扭过第二个，扭过第二个。唔好，抽我就去做啦。但系香港边有极光啊？咪系咯，唔通自己整啊？嚟啦嚟啦嚟啦！咩嚟噶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准备好我们的极光之旅未咧？准备好啦。Showtime。
美元，准备好未啊？嚟咯，三、二、一，哈！哇！嗱，呢啲粗粗地睇住先啦。迟啲我哋有机会去冰岛嘅话，睇啲真嘅，好冇？好，就咁话啦。嗯。嚟啊！三、二、一，哇！做咩啊？做咩啊？有咩啊？耶！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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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嗱，萤火虫咧就扮完啦，咁我哋做咩好啊？做咩啊？咁话明系捉萤火虫啊嘛，有晒动词啦，咁你话做咩啦？咁不如真足啦，嗱，足都要罚噶。老千仔，点啊？黑寡妇无啦啦多咗个仔添，我够无啦啦多咗个阿妈啦，乖仔，借嚟挨下，挨一阵好啦，多谢你啊！无啦啦做咩多谢我？我终于感觉到唔再系自己一个，咁讲法，我更加多谢你就真啦。嗯，吹住海风，好舒服啊，舒服到想瞌一阵。你就舒服了，你知唔知啊？你个头几重啊？平时咖喱哥喺屋企煮嘢食咁好食，食到肥肥白白。小太，老板娘，老板娘，你日日喺度打鱼打肉，但系你又唔俾钱，我真系好难同啲股东交代咧。做乜啫？咁食你嗰少少嘢喺度压支压座，诈型啊！而家我唔系股东咩？我冇份夹钱嘅咩？系你系，大少生，嗱，你讲句公道说话啦。即系我老婆咧，当日咧就真金白银攞钱出嚟咧去撑你嘅，咁你一年时间就可以做到一星级嘅餐厅，咁而家食翻几碟嘢就都正常啫。弊弊在佢日日食啦。阿萧生，你觉唔觉得你咧咩啊？即系自从将呢个做大使决定权
俾咗蕭太之後，你個人唔同曬，聰明咗咧，係變咗，變咗做蕭公公啊你！你妒忌我啫，試問呢個世界邊有一個男人好似我咁有一個咁愛我嘅老婆，又聰明又伶俐，仲有生意頭腦，身材咧就真係……哎呀，夠啦夠啦，有排講噶嘛？咁又係，而家知道我叻啦咩？不嬲都知噶。是我蠢啫嘛！當年我自己攞錢出嚟做生意，應該我將啲錢咧俾曬你走去投資做生意，咁你就唔使陪我捱咁多年啦。講到我咁叻喎，係咪有獎勵先？嗯，我諗到啊！咩嘢？抱我！你好耐都冇抱過我啦。又真係好耐冇抱你啦！喺呢啲咁樣嘅地方咧，真係。好適合抱你嘅，準備好未啊，老公？哎呀，準備好啦，你啊，好啦，你要轉不如翻屋企轉啦，好唔好啊？陣間嚇親啲客咁點搞啊？切，有幾閒啫？咪唔好做佢哋生意咯，你走開啦！嚟嚟，三二一，哎呀，哎呀！哇，蕭生，你幾十歲人真係忍住條腰喎！你妒忌我啊？啊，係啊，睇下你哋啊，今晚約咗食飯啊，幾多準時啊？嗯，冇人睇你，轉多個圈好啦，陣間如果唔係咧，轉到入醫院嘅話去唔到啊！你根本就係妒一個圈啊！喂，唔好理佢哋，我哋繼續轉，轉快啲啊！哎呀，哇，老婆你輕咗好多，你要食多啲嘢啦，真係，哎呀，快啲啦！有冇需要買咁多咧？咁耐冇見，佢哋又冇得去日本，咪買多啲俾佢哋咯。阿希，飛機，譯生，點解你喺度嘅？你唔係去德國出 show 咩？我特登推咗個 show 翻嚟見你哋啊嘛。你咧？之前霍姐安排你去深山先生度做徒弟，做成點啊？佢就犀利啦，得到深山先生嘅賞識，要去美國紐約嗰度舉辦一個大 project， 為期一年。一年要做啲咩啊？我老師幫我安排咗一年之後喺 New York 搞個攝影展，咁呢一年咪過去生活下攞靈感咯。咁佢過去住一年，你咧？身為佢命中注定嘅白馬王子，我當然要去照顧佢啦。啊，命中注定，行啦，遲到啦。阿譯生，唔該。咪幫手啦！我依家唔係花王啊！你哋交出嚟新一季系列嘅設計圖，我哋都睇咗。由構思、落筆、揀料、剪裁、縫印，去到成品，大家都進步咗好多 ，impressive！ 所以我同 Fiona 決定喺你哋咁多個設計裏面揀一款做今季 catalog 嘅封面。我哋都討論咗好耐噶啦，最後咧就揀咗呢一個 designer 嘅作品。恭喜你 ，Lucky！今次咧，你的而且確做得好好 ，Well done！ 哦，多謝多謝，進步係有嘅，但係唔可以俾佢停啊！大家繼續努力，知道知道知道。唉，仲以為今次自己有份添，估唔到呢一年 Lucky 進步咗咁多啊！係咯，細妹，包包搞得好啫，係咪啊？但系我嘅設計做唔到封面喎，你唔好唔開心啦。一系咁啦，我陣間都買條麻繩俾你，等你轉角。哎呀，你個死嘅把口仲係咁賤嘅。放心，我唔會俾佢呢啲壞咗嘅人影響嘅。學阿慈話齋，開心翻工，開心放工。啱啊，所以我哋今日放工咧，首先去睇場戲，跟住去韓燒，再直落唱 K， 唔會將啲開心嘅情緒帶到聽日。好啊，好啊。一二三四四位啊嘛，我而家就會 book 先。Sorry 啊，我 join 唔到你哋啊，我約咗人啊。不過你哋玩得開心啲，玩埋我個份啊。OK， 拜拜拜拜。What？ 收工啦。係啊。朱古力味，你最中意嘅。多謝。點啊？辛唔辛苦啊？今日。唔辛苦啊，你咧？今日好好生意啊。咁不如早啲收工啊。食下先啦，唔怪得知唔 show 我哋啦，原来约咗男朋友，系咯，邓仔，你每日都揸架雪糕车过嚟接佢，咁 sweet 得唔得噶？依家先知道我 sweet 咩？喂 ，Lucky 啊，
哦，佢留咗电话上咗 link 啊。咁你使唔使整翻杯啊？边食边等。男朋友，到底你系接女朋友啊，定卖雪糕嘅咧 ？Why not both 啦？吴兆明，好耐冇见啊！哇，大圣爷咁错档啊，有咩帮到你啊？我今日嚟特登揾你买雪糕。哦，买雪糕，买雪糕得。大圣爷，嗯，得，送俾唔使钱嘅。喂，可以行咗我哋。你冇事啊嘛？你扮居盲啊你！我成个人被撞飞啦！你话有冇事啊？中咗拖我几时啊？喂，你哋唔去噶啦嘛？唔去啦，咁我哋行先噶啦。嗯，拜。快啲啦！快啲啦！快啲啦！拜拜。拜。登仔，啱先嗰个女仔咧，你识噶？叫咩名啊？大圣爷啊，嗰个系我朋友嚟嘅，咁佢口直心快，唔好介意啊。我问你佢叫乜名啊？唉，大圣爷，佢真系我哋朋友嚟噶，你唔好为难佢啦吓。咩为难佢啫？啱先个女仔，我要追佢吓。唉，唔好讲女住啊，攞个杯俾我。唔系晒咯。大圣爷啊，其实我哋约咗人嘅，有啲赶时间啦，下次再倾过啦，好唔好？拜拜，下次见啦，啊，拜拜。喂，登仔，登仔，喂。喂，你冇雪糕俾我，你都俾个女仔个名字我啊！喂，名得噶啦，唔使电话噶喎！喂，登仔，点解唔迟啊？唔系迟好多咋嘛？啊，sorry 啊，迟咗少少。最迟唔系你哋。吓，边个迟过我哋啊？倒数十秒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。对唔住啊，我去姑爷探你姑爷迟咗，对唔住啊大家。紧要，啱啱好坐低，等你。好啦，人齐，准时七点半开饭。得啦。各有着意图与苦衷，好食。必须困于一锅守控，要计划成功，哪怕扮作相亲相爱，勉强相拥。各有意见，无法沟通，怎想到这同居生活等价亦重，归家各自头痛，合家不欢无人放纵，有太多自亲，但何其陌生，但问其内心，也怕有回音，日日同坐不讲对白的几个人，却在靠着对方去奇运，各有情责身份进步。相处要扫场得分，吵架后隔夜再见已经不要紧，就是这么过瘾，要隔着血缘去相通，必须献出真心护送，哪怕无人懂，也要绽放心扉，不要错过沟通，各有特性，脾气相冲，终于这片学懂迁就，不再硬碰，分担各样沉重，合家一心同手的中，有太多自亲，但何其陌生，但问其内心，也盼有回音，日日同坐不讲对白的几个人，却在靠着对方去奇运，各有正常身份，像同人般，分论和睦相处，要扫场得分，吵架后隔夜再见已经不要紧，就是这么过瘾，有太多自亲是何其陌生，但任谁内心也盼有回音，命运成就这几个后天的至亲，背后靠着对方去奇运，以那一个身份伴随在左近，若平日相处抗压成烙印，方知在对着世界说已不要紧，静待家中最吸引。